即马咧，即个《诗经》啊，所讲诶，讲即个神啊，包含真空阔。神有上界神，有中界神，有下界神。即神诶，是个会用诶，是讲来无影，去无踪哦。你要看嘛，看袂着啦。但是你袂用讲，你看袂着啦，啊，你就对神来怠慢、无尊敬咧。哦，你嘛袂用讲啊，看咱即个神是多才。也是查某囡仔同款的，啊，讲家化者伊就来，啊，家嫌者伊就倒转去哦，叫伊转去就转去，这是真正不对的。或者咱老师咧讲，讲安尼哦，你对安尼看神哦，安当作奴才，查某囡仔安是足不对的。老师哦，以前啊，较早有一年啊，在这个中秋哦，过寺庙，啊，过寺庙，若要讲就是这个寺庙吼咧。讲的大部分拢是迄落主会堂的较有济啦，讲你讲这母主会啦，哦，这讲客老邀伫金庙，甲这客囝大家咧斗阵，哦，这大部分拢一般宗教迄落这个主会堂拢有咧开讲母主会啦，母主会，哦，就是讲这众生哦，啊，大家聚会咧当时，迄当时啊，老师在这个殿中啦。啊，这个白虎堂主吼，再来讲一首诗，趣味趣味吼。哦，这人要讲都不六十年啊。哦，咱来看白虎堂主这首诗来做参考。啊，白虎堂主诗曰：莫为幸福是奴才，富则降临反则来，处处江东无主会，道明学世下新开。上仙不念凡尘事，先神当思合应该。但愿顺真行正道，修心养性勿徘徊。比如董主公安尼讲啦，讲你唔通当作圣人啦、佛祖啦，都是你的奴才啦。啊，你安尼吼，家己吼，家己好就啊，伊就降临啦。啊，你家己嫌者，啊，伊就来啦，吼。讲处处江长母子会，讲吼一寡迄长的吼，拢讲老讲邀伫金庙甲众生吼咧斗阵，这是无可能的啊！老母邀伫金庙的无隔天，伊无讲哦，你甲叫者，伊就随便要来呢。我再想起老师以前吼，在迄内哦有一届，啊有一摆邀伫金庙吼要降临这个主会堂。哦，迄都爱看时咧，看当时人，啊，搁时啊，都搁有哪尼哦，选日子咧，那好讲哦，你咧母子会爱老母无限用，讲安尼哦，随便你甲叫落来，无绝对无可能个啦，吼、哦。这拢是啥？这拢是哦，一寡遐，这都是都欺骗世间人哦来卖行，即个众生吼，吼即个下神咧开个啦。理念的神啦、啊，迄庙里的理念的神，你讲来讲母子会啦，唔是真正老母啊，要来甲这众生客囝斗阵啦，无讲安尼随便啦。啥物无安尼随便嘞？咱祖师就讲啊，上仙啊，咱母牛是一无极天啦、啊，上仙啦、啊，伊都无念着这世间的代志啦，吼、哦，无念着这世间的代志。所以恁这吼善男信女吼，你来冷静哦，爱想。这合应该啦，只有希望吼、哦，恁大家哦，找这个真理来行这个正道，来修心养性哦，唔通吼安尼败坏，就是安尼，哭哭跪咧，哭哭拜啊，咧找无路啦。所以你今仔日要请这个上神，唔是遐容易呢，吼、哦。你若讲请，即比如啦，你若讲请。地神，吼，迄度讲较紧，吼。啊，你若讲要请世神哦，无遐容易。我即马因咱老师一个例来我，比较讲你即马哦，一个公司啦，啊，你若要叫迄工友啦，你若要叫工友讲无人啊来哦，啊，迄工友随到到位咧，吼啦。啊，你若要叫讲普通的职员，啊，就较慢一些哦。但是你若要叫经理哦，要叫经理级哦。啊，就爱佫较慢了哦，哦，啊，你若要哦要见董事长，哎，就无遐简单啦，
吼，都爱都吼，你无要当处长，啊，都爱约你啦，约时间啦，吼，就无伊无要来啦，吼，我啊无讲安尼啦，即摆讲你要见总统，我总统来看伊袂来，迄都爱经过几啊关呢，迄爱一关过一关呢，哦，迄总统无讲讲啊，你甲叫伊就随便来。所以你今仔要叫母牛啊，母牛是妖地金庙是一无极天，哦，你爱甲叫者就来，这是无可能。这是无你了解，讲即摆人哦，拢大家拢啊。一寡迄个迄落下界神啦，理念的神哦，拢乌白讲的啦，吼，拢家己讲无可能的代志吼。所以哦，老即咱白虎堂主则讲，今仔日恁通看到圣人佛祖是多在了哦，你甲叫伊就来咧，啊，甲嫌伊就来，无可能安尼，无安尼的代志哦，你唔通安尼着吼。所以哦，咱最最神哦，咱爱尊敬。哦，咱来尊敬，唔通讲安尼哦。哦，你要叫神安尼就安尼，这是无可能。所以咱老师在咧去讲，讲咱今仔日吼要安神位啊，要奉待这神啦吼。有尊敬神，无尊敬神，去因家看就知影。看伊个神位安倒位啊。你若讲家庭无好，我迄度无法度，也是讲你公务处，你公务处一楼。假使你若讲你个厝。一楼甲三楼哦，你袂使踩哦，大部分哦，你袂使大爱尊敬，袂使踩到楼卡，你爱踩到官顶，这是尊敬神的哦，唔是讲按凊彩安尼哦，按家己定者哦，安尼哦，当作神是你的奴才，唔是安尼就无尊敬啦，哦，阿嘛无礼貌，所以咱对神啊。佛祖圣人一定爱尊敬，吼、哦。有在咱人的心中，万教合一，但多是不谈钱，心是功德宝，身是功德的根本。